来说，我就是解决的方法。这一级学个啥呢？一级学个抠吧。哎呦！耶，没抠来。喊话，哎呦我这小伙子还挺厉害。等会儿啊，上来我们的圆规人他出师不利。金钱总是万能的。这玩意儿打落手确实不太好打，拼不动啊！哎呦，不，他双招没了，我可以叫赵进来一波。叫你信爷过来干咳一波。没法拼呐、啊，这英雄啊，这英雄跟他根本就拼不了啊。Help me， 我被扛他了，兄弟。Help me。哎，真的根本就拼不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减速你没办法。他拉你也没办法，这英雄确实有点难搞。你他妈咋的呀？哎呦我小戴小伙子。我去中金赶他一波，奈斯，小戴是吧？行，小戴。别打了啊！接下来千万别打了。虽然我很想把优势给我打回来，但是确实这英雄根本就打不了这玩意儿了。你信哥不来，我们就跑，拉倒。不打了。准备捡人头。进化大道上的又一步。这人。干哈呢？你这有点过分了吧？没必要啊！
生弱点。快点推啊，这波兵得快点给他推过去，无论你补不补的道。哎，拜拜，好了，回家了。把这个提亚马特给他除了啊，一定得除这提亚马特。来个蓝水晶吧。提亚马特出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推线了。要不然推线推得太慢了。整个三项就好打了。我好像错过了一点。人呢？不能回家了吧？耶，人没了，出来了。我们去中路，帮这个中单把这万豪杀了，正好拿个双 buff。兄弟啊！给我传个眼。哎呀，这双 buff 没了呀，这双 buff 啊。哦，这有眼儿。这武器大师要干什么？来，赵信。哎，我拿走 ，nice 兄弟们，俺们家全 AD 的吧？有些大师脑淤血呀，这你白送我们一个。我本以为这落手是个小袋，没想到是个小菜。哎，未来的世界将会更加多变。太好了。Enemy killing spree。回家了。植物者不进阶。野心需要适时的约束。这波小木锤走。我才一个人头吗？哎呦，我俩助攻一个人头啊，这有点烦了啊，有点难受了。害怕。
害怕呀，我害怕怕。哟，没打着，我是真不敢跟他打呀，我就有点害怕，我感觉我打不过他。没有蓝了都，我的蓝还是够用的呢。刀具武器的红。可以杀的，这种不灭卡米尔只能跟人那啥。致命点呀，下路啊，下路看一看，防御一波，没有我们就撤。暴力是了结的手段。只有懦夫才会逃。出来了。我们要想打赢他必须得是三项过后，你知道吗？否则就是不太好打。别急，这不是一个能急得了的英雄，如果你急了那么你就死。打个跳弹，这就是坚守。踢一脚，跟九头蛇扣一下。哎呦我操！这人挺吓人呐！那闪现躲内圈咋没躲掉呢？你不杀我呀，你不杀我，你说你干嘛呢在这儿。你不杀我你闪什么玩意儿呢？别慌啊，蓝脸汉，这波感觉是可以杀他，只不过我们少了一手点烟。好，我们无敌了，三项了。技术服务于进化而非控制。
我装备其实非常好，你知道吗？十七分钟。你看，就像这莫甘娜塔下，我都直接杀他。些大师，没想到吧？你想到了吗？溜了，兄弟。科技与我的关系比较复杂。不打了，溜了溜了溜了，拉倒，他有疾跑，我们不杀他。他这个英雄，只要我们不上，他就一定拿不到人头，明白不？你只要不上，不跟他打，他就是个傻子。他想追人，他也追不到，他就很急。当他急了，我们就胜利了。让他急，我不会被误导。太好了！手上的任务。是唯一重要的事。看见没？别送给他。上高地。乱配一击，这咋回事啊？怎么来了个威恩呢？A 塔怎么的了 ？A 塔没问题呀、啊、，A 塔等二段大有毛病吗？这不是很正常的操作吗，兄弟 ？A 塔是没毛病的。走去下路带线。可以，这波队友打大龙，我们在下路带线。拜拜。拿下了。
卡米尔就这样玩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上去就踹一脚，上去就踹一脚，踹完就跑。还跑啊，这不死光了吗兄弟们。把这落手杀了，哎可以，漂亮 ADC， 再杀一个 nice ADC， 来个九头蛇。看看人家啊，我们把技能都打了，他上来收割一手，完事跟我说看看人家呗。你挺会呀、啊、这不属于常规操作吗？你叫维恩呢？我听说你上回好像挺秀，本来想拿个蓝的，算了吧。我拿走哟，我应该来个一一闪好了，他指定是有大招，然后有金身。不过我说实话啊，这落手玩的不错，值得给他点个赞。都挺会玩，挺狠的。